主席，本院委员林佳龙等十二人，鉴于台中县市合并升格后，应以轨道运输串联山海屯与市区，以巩固大台中市中心，并促进周边卫星城市的整体发展，应将全国唯一的单线轨道追分到大甲日南站，扩大为双线轨道，除落实丰原到大庆段三线高架捷运化工程，推动大庆到大甲段海线双轨捷运高架化工程，并规划连接大甲站和后里站、清水站和潭子站之间的捷运化通勤铁路工程，以连接台铁三线和海线，形成环状捷运化铁路网，犹如日本东京都环状铁道系统打造升格后的大台东三手线交通运输网，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林佳龙等十二人提案。